兔兔，救命！君毅要和我开房，地址发你，快来！让女朋友做自己的教练，大概就是这种体验吧。卑鄙、无耻、不要脸！你说你把我们家暖线怎么了？哎，我哥也是受害者，好吧？我还想问你家暖线把我哥怎么样了？夜神，救救我恋爱秘籍吧！我想去个小卖部，安娜都不肯跟我去。可别怪学长多事啊！你有没有做好安全措施？嗯，人挺齐啊，一起吧。啊？教练，我就没必要了吧？嗯。给你数着呢，你这壮是够壮，但柔韧度不够。小兔子，赶紧的！哼，早知道我就不来救你了。哼，好，为了鼓励大家呢，我跟你们大家一起全民运动，加油！